早啊，早啊。家里还好吗？挺好的，别担心了。老房子泡水，修起来比较麻烦，你可以先让你父母安排到公寓住，我帮你安排个最低折扣。姚总，你就算跟我对折，我们家也付不起啊。我就想帮个忙。谢了，如果实在撑不下去的话，再找你帮忙。上班了。 老板，周报。老板，周报。何总，嗯，咱们公司的工程部承接外单装修吗？理论上来讲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公司一直有合作的外包工程队。怎么了？你要装房子吗？麦城换家里泡水了。哦。 明白了，这样，我联系好了之后，你直接带队过去就行。你我都不能去，你让 Sherry 去，按照麦晨欢的要求来，把折扣压到最低，这样他比较容易接受。老板，说真的，我觉得你给晨欢，要不然就包个大红包就得了。没见过你对哪个女孩这么绕弯子的。她性子倔强，现在又不让别人帮，怕敏感。 但是追女孩，她不是这样的。你这个方法有点太……谁说我追人家了？我这叫关心下属。哦，姚总，那要不然你也关心关心我呗？赶紧去忙。哎，10万。 搞定全屋装修，19万9也是10万啊！又是标题党。嗨，春欢。哎，Siri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调来这里，我都还没来看过你，怎么不欢迎啊？怎么可能？一会儿中午在我这儿吃吧，我请你。开玩笑的啦，我听说你家水管炸了。 昨天我刚好跟工程部的张总有工作对接，帮你问了一下，那个外包的工程团队他们正好有空档，你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就把电话发你。我们酒店的要求高，工程靠谱的，预算的话就按你的要求来呗。我真的太需要了 ，Siri， 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都是共患难的姐妹了，举手之劳嘛。我发给你是纯介绍，用不用的话你自己决定啊。 当然，你介绍给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我回去算一下预算，然后打给他们。嗯，那我先走啦。哎，你不在我这儿吃午饭啦？不啦，帅哥有约。拜拜。姚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给你介绍客户。啊？我国外有几个朋友需要定制私人线路，聊一聊。那真是太谢谢姚总了。你看我们这邻里关系太给力了。不过我有个事要跟你商量。啊？咱们这一层的管家来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觉得做得非常好，咱们是不是该表示表示？啊，你是说麦晨欢啊？ 哎呦，这姑娘确实好，干实事，我们这些关系哦都可以谈来活络。要不，我们给她包个红包？红包不合规矩，她也不会收，可以给荣誉，而且你送的最合适。
行行行，我知道啊。好的。哎，螺母坏了，可以啊。哎，陈华来了，陈华，陈女士啊，你看，妙手智能提行李会租客。陈华，这是我们五楼所有租户一起给你送的锦旗，谢谢你啊！入职以来对我们所有人的照顾，来，再接再厉。嗯，谢谢陈女士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哎，哦，还有张经理啊，如果你们要轮岗的话，可不许把我们陈欢换到别的楼层啊，我们可都被他换坏了。陈女士，这点你就放心吧。陈欢分管的楼层啊，现在是我们这儿续租率最高的，我还指望着他给其他这几个人做做榜样呢。陈欢姐，你一上来就双料拿奖，你可卷死我们。在绝对优势面前，我选择逃避。没有了，我能得到今天这份荣誉，多亏了大家平时的帮忙，谢谢你们。欢迎，姚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我是来拿续约合同。哦，刚好啊，姚先生也是五楼的租客哈。陈女士啊，姚先生，要不然我们跟陈欢一起拍张照片啊，到时候我们挂墙上嘛，也好看。姚先生。可以啊，来姚总，来，陈欢站中间吧，来，来，3、2、1，茄子。